老师，晚安。哎，弟子的修持弟子念啊，这里我刚刚好跟做一个哎我的弟子啊，他的修持的念非常重要啊，这个戒律对他来说啊非常重要，因为跟改这个哎我命运啊，加会的修道有相当多的啊，因为呢，一定要好在我们。修持修持的力量是什么呢？还是加一个概率，哦，对来讲是非常重要。因为呢，你来讲培养一个阿进的杠子，你普通三年，啊，你当今天下这重新，你为着了这个问题的形式，所以这个在这一环的这个方面呢，那是要归习不改，归于不改。这个初学这个方法，所以呢，给我们这个弟子呢，我们应该呢，爱，因为咱对神这一点形式啊，因为咱在讲，咱在讲来求得，所以咱呢为神优秀，哦，咱根基抓得较好一点，咱才能够呢来求，给了这来得及，进行了哦，这个叫我们修行。这是非常的重要，但是你爱轻点，哦，爱轻点，哦，现在最多轻点，哦，啊，咱看那个假说些，对不对？但你干嘛不这样做一点做好？在那边假说些，必然他们有这个有他们这个东西，而且可能个人的这个体会啦，哦，所以呢，首先讲讲吼，力量健康。多点了，对啦，因为咱修的力量是健康啦，咱俗称来讲啊，力量健康，对啦，因为咱在讲呢，真正修道呢，必定要遵循着了这个天课爱情力量啦，因为，哦，那讲，哦，一定要修着了这个，哦，天课爱情力量，对，所以呢。那你就是爱，不要，所以呢，你爱健，也不要轻，也不要健他的这个心的力量，安尼呢，健当呢，健当有着这个千磨百刻呢，阿都会比较开心，比较可以。尤其呢，当然以这个修的当中呢，不仅要顺境啊，好顺境啊，好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因为这力量健康。咱求得到了，哦，这个条件恁只要了，咱爱来修，应该太容易。因为呢，他刚才求的是讲，这本是讲你愿不能了然大相，所以讲这个是条方面，但咱必修，咱你看下好找到条件，那你必须都可以。虽然咱讲光修光的无修，哦，为啥呢？是讲。咱就是对心理进程了，咱就快休息，咱就对对是，就咱可以。啊，咱要去度众，唔像这个应用的。咱若家己都唔修，啊，我们只来人听到，啊，咱来讲，啊，我若今日去拜拜，咱就想起安尼哦。那呢，这做完不做好，但是咱做了需要如何？哇！翻倒嘞，话翻着咱倒嘞，其实倒足准备，但是因为咱做了，现在因为咱拢就是这个是修的目标，
啊，因为会当圆满，啊，大家就爱和面和面和出，也个，哦，面的，我还在时阵，你来鼓励我，啊，你还在是啊，鼓励啊，爱彼此和伴，安尼啊。再来呢，就是讲哦，咱这个在家出家，啊，就是讲哦，咱一定爱咧以静应道为修。现放的这个天，以静应道啦，为修行放的这个天的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咱修修天的，一定要对应道做起啦，哦，你应道若无做起，哦，你讲的修天的啦，有所呢困难的对吼。啊，再来第七点讲吼，真正的修持，哦，就是爱呢。爱持的真，啊持的清，啊持的纯，持的净，哦，然后，哦，更要的持的无持的，持的无持，哦，哦，修的无修，哦，或者戒律呢，会当内外修的修，外的习惯，内在不内外，讲咱的修呢，在当中呢。爱持戒啊！你连正戒了，你来爱持戒啊！持戒时就是讲爱修到持无持，修而无修啦。哦，就像咱教授是已经吼，一定不完成。啊，我讲啊，都做主业的对，哦，做主业的，哦，这就是第一点的，啊，做这个经验啦，哦。我还是经验，你好，那不是啊，哦。再来，第二就是讲吼，从地主的这个自修持的这个理念，第一点呢，就是讲培养弟子的修持理念，我哋一个四点，小四点来讲，第一就是以修行为修行的观念，因为呢，咱经过临时的体检了，了解着自身情况，哦，咱也是无反常待变，哦，啊，会当呢持续向前，啊，会当不断了完，哦，咱呢，会当呢感应多数呢结合了自身这个情况，将来呢会当呢量化回向呢，哦，来。来见佛，哦，爱咱的文化啊，劝导，这乃是呢千文万教的这个宗规遗嘱。所以听讲就讲有一句话，就讲讲方便有德文，啊，非凡无其他。
皇帝有道啊，为王无义咯。就是讲呢，即摆法门非常的这个济啦，哦，啊，但是呢，咱咧当地呢，无定着咯，干有这条路，因为这个是因为这个形式啦，咱拢在过去的是先修行，还是先达到的方法？哎，阿公我也无定，有这样子，但是呢，咱即摆定是比较直接这地方，虽然比较先进，先修。但是得到迄条飞天之道，但咱无奈办来修行，安尼就对。啊，就是讲吼，这个修行呢，是安讲是咱修行，因为修行呢，就咱自心不行这个路，对啦，那讲修行，甘甜啊，咱只要咱的频道，那叫呢？或有可能，那安尼就当接受你的天赋。特别在卖这个卖电视台、卖频道啦，专门加台式的频道哈，你通看到台式的。哎，到尾中式的加那个啥，中式的发射的电报啦，你当接受中式的这频道，你当发现伊的播出的这个节目。啊，所以那个剧情感动，那个声音那加深入。感应，你会当接受的是这个，这个电波转换，所以讲哦，咱修行来讲哦，是作用的。第二就是讲，我以用心来面对一切。这种在咱这灵性的是该注意了这个上品啦，但是因为了这个无名无底，啊，造成了明天的这个大衰，所以你这个金刚经在讲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当悉忏悔一切诸恶。所以呢，就是讲咱培养弟子呢，是呢。了无了，每一个学者呢，在过去生、过去生中呢，都有积聚了无量无边的这个罪业甲因缘啊，啊，所以也障碍了咱自身的这个所以佛经人家讲，业报现前时呢，为将罪业三就干啊。无有他方色受法起不受作，唯有忏悔乃至得不灭啦。因为咱拢知影，咱要以忏悔心来面对，因为咱处在一个境界时呢，咱就爱时时翻翻自己，忏悔咱的这个过去的这个无明，然后咱只要。当参起这个那会议后，来上了这个这卫星呢，会来面对了这个环境，因咱就拄着环境，咱心普通人上一定呢，会遇到这个咯，咱就是爱虚心去承受，因为咱做了迄个因，一定得了迄个果，所以人讲上天不散呢。归可提名的，毕竟呢，咱是呢，进入了真理道场，也经上面的，因为咱咧上了这个毕竟呢，当作是咱的真善，咱拄着时呢，拄着这个毕竟是的时呢，爱虚心加承受，虚心加承受，
这是第二点吼，以忏悔心来念。第三点是讲，以感恩的心来念功了凡。伫咱平日阵诶，新闻诶，奉天诶，即个奉文祖师诶，即个奉师尊师父诶，即个无边诶大德，啊，诸佛菩萨甲前辈者，吼，念诶苦心诶造就啦，吼，该为了众生当了发生死苦海啦，所以注定诶，即个因缘诶，啊，非常之大。咱若毋知影，吼、哦，恶运，吼、哦，咱要何日于用于即个天地之间呢？所以咱就爱真诚，各天未生活，行心不止，有始有终，啊，克勤诚啊，勤中，在发消息，救众生于罪恶，大恩师。以命还佛，入凡了凡，正不了上天这方分。咱用迄感恩的心呢，啊来念功了凡。咱咧做的是，咱用感恩的心，哦，啊，自然顶呢，哦，哦，咱就咧，就是呢，就是尽心得为修持的这着点。第四点就是呢，以尽心得为修持这重要意思点哦，就是用性命来以修，以修者，因为三地普陀天德也重瑞祥以行者，哦，世间。普通人道呀，就讲咱人道呢，还是呢，人道那是天道这基干哦，所以是修道，这样必有人道上的入众，入出啊点，孝悌忠信礼义仁义，三者中上重要，是啊，哦，因为咱知影道教会这在家出家，天地处呢。但在人生世事，但在行为，若生父母，父母不敌孝敬，首先兄弟不敌亲爱，敷衍了事而不忠，心口不一而无信，无礼无义，啊，寡人偏僻之。修行亦无用，就讲吼，咱即边呢，哦，道场要做是虽然在家修，吼、哦，咱一定爱为积德，为修行这就诶这立志品，吼、哦，因为呢，咱积德做无好咧修行德，哦，就是我直接讲简单嘛，讲啊，你积德太好偌好，啊，你都无有效咧修行，不只德无能够咧修行，能够咧修行，你就对个。天地啊，就拢袂有碍啦，所以是讲咱在修行的当中，要为咱自身做起，为咱哦，为家庭做起，哦，那讲纪律面，纪律面。
海风知影多好，但是呢，伊手诶当中，讲是一回事，啊做搁一回事，啊有家行出来呢，确实真难讲。即个呢，也就是呢，第二点讲诶，培养弟子修持即个即个力量吼，即个力量。另外第三，迄个第三点讲培养弟子为何爱乞丐。咱师尊，即个师尊讲，戒律乃是超生了死的这根本。毋捌戒律，咱呢就是烦恼心的这个位置。所以戒律是做为一个，戒律是做为一个约束，啊，点出咱的这个位置，因为概率来讲，非常之重要。咱就安尼遵守到这个概率吼，因为概率就是咱超生了死的这个根本。你有接受概率，接受到这个约束，认定的吼，你就呢，做了这个有必要这个代志吼。啊，咱就得完了真侪这个过程吼。因为呢，概率就是自然一个约束，跟着这个过程，所以组织上个讲。戒律对修行人来讲是必要的一种代替，代替帮助咱的行行了这个菩萨道。所以呢，咱呢就是讲表现出一点呢，爱有了，也有了期待，因为咱讲的咱遵守佛法，也就是咱的。虽然要来求道，但是做修我家用功的，就是呢，会当呢过来取舍啦。哦，这是伊也做太上班兵吼，咱只要做修我家，吼，无无无托啊，众生吼，最基本的，我们第二个啦，会当呢来取舍啦。是呢，就是以家为师，以家为师的这个关系。因为佛法的机关是修行的这个要求，就是戒律无为，吼，三法的这个成就，吼。所以戒律是起于呢，是认识戒行当他呢，正呢，正五戒呢，爱是上上根基之一啊。因为呢，以戒律起于呢，吼，就是讲吼，爱定慧，就是咱只能认识戒行当他呢，就咱。了悟，这就是上上正确啦。啊，而上法时期呢，叫人净土，法门灵起，要求一心不乱的这个禅定，再求证无生法
啊，即个即个智慧，哦，即个是咧，即个上啊是，根据咧佛法，根据咧佛法，即众生因为无慧无定，啊，有心学佛者咧，所以咧就是爱善者咧，唯有是爱遵守了即个戒律，哦，爱遵守这个戒律，哦。所以呢，弥勒净土呢，在欲界天及波斯天，欲往生不必依修，不必依修法界善根为主，而是呢要将呢持戒，要从持戒所有之人人天的普遍因为在过去呢，我看呢就是在正法时期呢，就是讲。伊人生建成诶，啊，放下寂寞，因为过去是咧想想啊，三千五百块，八百块，所以只要人生建成，啊，就当放下开悟，啊，这是迄个正法时期。啊，而小法时期呢，哦，伊就是呢，爱修了即个净土净土诶，即个法门。爱要求到一心不乱的这个善根，而在建构无生法界的这个地位，哦，安尼才会来建的。但是恁现说实话，来这众生因为无慧啊无明，但是呢有心学不正的，所以是正的，唯有就是爱接受到这个戒律，爱接受到这个戒律，哦，这个时阵能够感受到，地位能够感。所以呢，世尊哦，来对着这优婆离尊者呢，伊的这个乞丐温柔啊，开始伊讲哦，弥勒上首进来就讲，便是呢，伊呢便是这十天呢，往生弥勒净土，爱当以戒为主对，哦，尤其咱平常时呢，就是弥勒祖师呢。讲电话，因为伊乃因应佛号众生这心性啊，所以呢，咱表示就是应该明了呢，伊的意念就对。第二呢，戒定慧以戒为首，以戒为首，就是讲啊，讲佛法时期呢。因着这众生应该呢进行了正果，爱自修自觉，而不是只是呢爱以戒为师，当要以戒为师啦，当悟得清，才会当呢突破外求众生的约束。哦，因为咱外来时期呢，啊，大家呢众生呢，哦。颠倒这众生应该爱进入了这个净土，一定爱自修自觉，而不只是呢以戒为师，当也以戒为师，就是一定爱感恩大乘，啊，才能突破哇种种这个所。所以讲咱这点做啦，但是呢，咱就是都不感觉讲吼，啊，变来修戒，咱修得多好啊，啊变个。你若在修行方面，现在只要呢，出来呢，道中的参悟，你一定呢爱学习，因为学才会当知影咱的佛性。你无学的时阵吼，有一点点你不晓得，做啥，无了这个，所以这个概念变呢，好重要，爱是概念问题。你有接受到这个概念了，你才。你所行动，你无改，无改规范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平静，心就平静。戒定慧以戒为首，外来众生的根源呢，
会当呢马上变形，不然呢也可呢腐朽不当，当先一改为师，因为呢，咱的经济较无像过去大家去来做商家呢，过去讲你若在建设是无，因为咱拢来去个，在咱拢建设，咱咧过去物件，但是咱太无收，因为咱无收啊。无希望，所以咱就会当呢，在遐里遐呢，但是呢，会当会去呢做善做所以呢，咱当先要以改为师来接受这个戒律，来时时宣传，所以咱做这正道讲，得虽是上行的这个法门，但是呢，中庸之道呢，离不开了戒。爱为首，必须要有根本的这个概论，开始做这个标，开始做。因为民俗一技能已经顿悟了咱自身的这个所在，咱的习性、业在、业际呢，或者堪舆，一定爱靠了气概、轻功去清，去了标，去清去了。再来就讲以家为师。以礼以礼，咱得受了民俗一记呢，展开地位的这个空间感，同爱念时刻，时时刻刻呢修持了咱的本心，发露着咱的本性，有露着咱的地位，以建立正确的这个修办理念，明悟呢本性的这个。